发现过新郎的低潮里面有非常啊、哦，有没有好精彩的啊、哦？看他们准备的简报，就点开之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动作片。因为昨天晚上看的，你竟然去参加人家泰国这个穿搭婚礼，毁掉新娘应该眼睛是血红的瞪着，是头昏的昏了，只要让你弄。请问一下，你的三围是3F24/35。你在婚礼里面担任的职位是婚礼布置，我就婚礼毁灭布置，婚礼布置，对，布置不是出工吗？所以说站在那里就布置好了，对，就做一些背板的架设啊，然后还有礼金桌，对对对，还有那个放相片桌。可是就是说布置这个东西其实是蛮费体力的，对，是出工。那怎么会是女孩子在做呢？那是男的。我现在比较少去现场啦，但是一开始都是要自己亲自下去做。你怎么会进入这个工作？其实一开始就是从自己的婚礼遇到了婚礼毁灭者。真的假的？对，我自己那时候婚礼的时候，我还没有从事这一行，所以我就外包。然后我那时候找了一个设计师，他跟我说：“哦，我可以帮你做一个很梦幻的马车，你的宾客可以跟马车这样子一起合照。”对，我就觉得哇，好浪漫，好梦幻。就当天，幽灵马车，都是过路的。我一看到那个马车的时候，我就立刻就破口大骂，我穿着礼服都像一个泼妇。为什么要骂？因为那个马车实际上连我的花筒都要蹲下去抬，这么小，盖这么高，60公分高，那骗钱嘛？多少钱？60公分，3万块，60公分三万，这么小的3万块，整个布置啊，整个布置，哇！对，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，哎，这好像是一个可以，他只拿3000块出来布置的，家属就会问好尺寸的。不是他，如果有下次，他一看到那个哦，这么小就收我3万，那这个生意可以做。对啊，真的，所以他就进过来一个，就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可以努力的方向。聪明，聪明。为什么要举办婚礼还要付清洁费啊？因为我们负责布置的地方，那我们会尽量希望客人不要把我们的一些道具弄脏或是弄坏，然后我们的桌布不小心被弄脏了，那最后我们就是结尾款的时候，我们就跟这个新娘说，哎，那我们要收小小的清洁费300块。300块？对，300块。然后呢？然后他干洗费付了，但是他不是很甘愿，然后他还就是撂狠话。因为他是海归的新人，就是讲英文。海归啊，哦，海就是国外。哦，那我还会 sea turtle。对啊，我是海归。我要海，你们连动物都会扮，哇，太厉害。对，所以他绕什么呢？他就跟我的工读生，没关系，你们很红嘛 ，We'll see。We'll see。我们走着瞧。那没有啊，你说 OK， you see， I'm here， you can see me every day。但我人不在现场，他是跟我的工读生。300块，对，他办在五星级信义区的五星级饭店。你们是收他是收300万？没有没有，也是很平时的价格。然后最后就是因为东西有脏污嘛，那我们就是按合约办事。我跟你讲，喝了不够醉。喝了不够醉，对不对？如果有下次的话，300，还给了600。喝醉大翻了，对啊，你说上千，对，好有增值，我 OK 了，我可以，对啊，想一想也可以，300块，300块钱，你下去，他车不就300了？那你们气到说，我给你就好了。对，哇，他不在，对，我不在，可是他也是靠这300一路走过来。小额经营。我们有一次就碰到有一组新人，他是到现场之后跟我们说，哎，我想要把这个无框画挂在饭店的墙壁上。那我们就有提醒他说，哎，可是你这个无痕挂钩应该要前一天先粘上去会比较牢固，你现在粘会掉，会掉，会有意外哦。然后他就很坚持说，可是上面明明就写负重1.8公斤啊，可以。然后我们跟饭店的人都有劝退他，但是他很坚持，我们就好，我帮你挂，挂上去大概不到1分钟，就有人就挂了，他就掉下来，然后还碎开。啊，碎开，对，就好不吉利哦，而且在旁边。看这一对玩，发现过新郎的低潮里面有非常啊，有没有好精彩的啊？就是日本人主演的东西是吧？爱情动作片。其实我跟这对新人现在都还算是朋友，所以没有因为这件事情有任何的不愉快或尴尬。还是继续分享低潮。他们人这个太有礼貌了。
这次我们第一次见面，在他们饭店附设的咖啡厅，我们要讨论布置的细节。那先生很专业，就把电脑拿出来，那要看他们准备的简报，就点开之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动作片。因为昨天晚上看的，看完就直接按暂停，就没有关掉。然后我就赶快喝水，就看一下旁边，就然后先生就很紧张，赶快把视窗关掉，他就整个从脖子一直红到整个。那你太太也在吗？太太也在，在我们中间。哇，那太太知道？哎呦，哎呦。太太那时候好像也没说什么，我们就当作没这件事情，就继续讨论我们要讨论的事情。幸好不是测荧幕的时候放在对啊，测荧幕厉害，应该用脚子啊。那 OK 是日本片吗？我看一下他们，我真的不记得了。但是我确定不是他们本人的。本人本人就没那么尴尬，本人会吗？本人最本人就会问壮壮。OK 吗？厉害吧？技巧还可以吧？看到没有，他升天了。这段表演我要升天了。哎，您结婚多久了？7年。7年，有没有小孩啊？没有。赶快生哦。努力。好，加油。加油。